好，另外继续带您关心，上一个山陀台风期间呢，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那么也连下了好大雨几天。玉里分局也发现许多的道路都受到影响，那么轮天、高寮以及长梁等便道也都破损，那么是无法通行的所辖各分驻所、派出所都拉起封锁线，来警示民众无法通行。那么交通组呢，也呼吁民众用路人要格外的留意。上一个山陀台风期间，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接连下起豪大雨。玉里分局也发现许多道路都受到影响，轮天、高寮以及长梁等便道也都破损，无法通行。所辖各分驻所、派出所都拉起了封锁线，来警示民众无法通行。交通组也呼吁用路人格外留意。山陀台风侵台期间，造成花莲南区轮天、高寮以及长梁等便道受损。四个山及六子山路况也有些许落石，而后续仍有降雨情形，也请各位驾驶朋友驾驶交通工具应确实注意路况，避免自身危险。民众如果要从卓溪乡轮天等地北上，可以改由明里大桥往台九线方向，或绕行到长富大桥往玉里市区。高寮社区的民众可以由花一九三线道来通行，更是呼吁民众可以多留意交通的动态以及各公所的公告。记者高双双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